饼真好。这个是宜我宜兰的房子。嗯。然后这个是快要下山了。然后阿公晚上带我们去放鞭炮。阿公晚上带我们去放放鞭炮，这是最近的事情吗？对。就新。好，还有呢？什么颜色？天空形容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是橘色加黄色，然后这个是橘色加一点白色。不错，我觉得一个颜色也很好看，就是云的颜色很好看，是挑什么颜色的地方？就是挑白色跟那个蓝色，一点点蓝色，对不对？然后晚上这个时候，这个颜色就会给它上。嗯，就有透过底下的光颜色，这云很棒。介绍完了吗？这样，好，谢谢。